先用最快速度赶快跑再说。哇，他那个是超级大绝，完了完了，地在晃，地在晃，地在晃啊！完了，赶快跑！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 阿金哦，今天带来了我们的东尼史塔克钢铁人终局之战的模组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过什么任务？听说那个七龙珠的这个悟空，他要来跟我对打一下。我先开着我的爱车超跑出去逛一下街啊。等一下。为什么坐上车，我后面的那一个光炮的那个东西又会跑出来，而且我两只手也太长了吧！我这两只手，转动方向盘，这很像妖怪欸，很像妖怪坐在车上的感觉。这样还以为是一个外星人在这个车上。好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哇，这两只手真的太强气了。重点是我们要先找出这个孙悟空，他现在人在哪里啊？听说他才是这个洛圣都最强最强的王者啊，不是我这个钢铁人，怎么可能？好说，我也是终局之战版本的钢铁人欸，怎么可能会输这种悟空呢？我们先去这个上面花园银行大楼看看。哎呦哎呦，车祸车祸！花园银行大楼上面看一下，他躲到哪里呀？从高处就比较容易找到敌人了，对不对？走走，快到快到了。等一下，我手太长啊，没办法开车啊。好，把我的爱车超跑停在这边。现在是先到这个顶楼看一下好了，然后我们起飞。我先把那个凡人的那个装甲给脱掉。所以现在手比较短就对了。哦，绕着圈往上走，很快有没有看到啦？飞到塔顶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顶楼了，但是他人在哪里咧？有种出来面对啊！好了，在他还没出来之前呢，我先把我自己身上这一套 NK85 换成 NK50。哦，已经换成 NK50 了。你们觉得 NK50 比较好看，还是 NK85 比较好看呢？ NK50 的装甲感觉红色的地方比较多哦，那黄色的地方就会比较少。那85感觉比较有那种肌肉线条，其实50也蛮有肌肉线条的啦。好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啊，请帮我按个喜欢。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，就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正片开始。话说，他跟我约好在这个顶楼见面啊，怎么还没有出现呢、啊？哎呦，我直接硬来呢吼！来看我怎么砍死你呀、啊！来来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走喽！哎，等等等，他出大绝，先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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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我是被他打中了，是不是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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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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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啦！哎，先用最快速度赶快跑再说。哇，他那个是超级大绝，完了完了，地在晃地在晃地在晃啊！完了，赶快跑！他那个是没有距离限制的哦，他那个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元气弹吗？看来我一个人好像赢不了啊，所以我来叫一下我的好兄弟好啦。好啦，我们已经有这个得力助手浩克，看来对付这个悟空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啦。来，悟空出来，你不要一直被哔哔哔啦。看来搞不清楚状况啊！有啊有、啊，等等等，谁打我？谁打我？他现在人在哪里？我使出我的光炮、啊，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！这种是没看到他人，哇，他人速度太快！不行不行，要死要死要死！好，赶快让他跌倒，赶快让他跌倒！啊，浩克，你赶快去打他啊！啊！你不打他，我也很为难呢。好，好不容易牵制住他了。这浩克有跟没有一样。看我叫那个悟空不要变身，会不会比较弱？哇，画面动太快。
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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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有变成超级赛亚人比较弱啊。趁现在把他鞭尸鞭到死，想跑、哦？你得罪方丈还想跑啊？哎，不见了，完了，快，被连击啊！哎呦，哎，想哈没哈没哈，哦，好险！哇，这个变成超级赛亚人三跟这边的能力差太多了吧？啊，你也有今天呐、啊！你看他没有变超级赛亚人这么弱，来让他变成超级赛亚人一好了。来，超级赛亚人一出来，人类，你也露个脸嘛！看到你了，快！随便乱扫，超级赛亚人一我应该有办法啦，把他弄死。哦，可以。我觉得超级赛亚人三太强，强到人类，哇！你不要那边放大绝啦，很恐怖哎！我认输，哇！跟空中是他的强项啊！哇，他怎么还没死啊？你血太多了吧？好，可以，稳定秒杀。秒你！哇，不要跑！你跑太远了、啊。死了吗？哦，超级赛亚人一也不过如此啊。那为什么超级赛亚人三我都打不赢呢？直接面对超级赛亚人三，超级赛亚人三这么强啊！好了，你再来！哇！真的血快没了、啊。我、哦、先跑，等我看一下哦，哪一招哈？光跑这个，好，来，我们来这边，会不会来很快？哇塞，不是，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了、啊。哪里？哇塞，这个孙悟空他也比这个终局之战的沙龙是强太多了吧？刚才这个根本就是秒杀，一定是我没有戴好头盔啊！钢铁人戴上头盔的样子，你们看看。哦吼吼！来呀、啊，悟空，你再来啊！只是一个超级赛亚人三而已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哦吼吼！哇，突然出现，我在我旁边。来呀、啊，来，你出来面对，我让你站不起来。哇，不是，太痛了吧？血直接半血是怎样？没有人这样犯规的啦。哦，好恐怖哦！而且他还会瞬间移动，最恐怖的是瞬间移动吧？趁现在赶快回血啊！飞到旁边回血，但是他不是也会跟着回血吗？等一下，他是不是使出那个？哇！哎呦，好像在没死。他用鬼怪气功，快跑！他刚才是不是用出那个、啊、元气弹啊？哦，传说中的生命球啊！来，差点死掉啊！不是，哦，原来终局之战的这个钢铁人也不过如此嘛，被我屌虐的一个程度啦。然后他现在躲到哪里啦？是不是吓到屁滚尿流啦？我只是一个超级赛亚人三哦，看这个头发，我真的觉得所有形态里面最帅的就是这个啦，因为头发真的感觉可以刺入人啊。有没有？哦，被我头发刺到了哈！嗨，然后看一下他的飞行，什么叫做飞行？哦，再加快！哦，还可以再更快吗？这是最快的嘛？这个速度连钢铁人都追不上啊！累格了！好，慢下来！哇，他的飞行其实比那个钢铁人还要好操控哎。因为他随时都可以刹车啊！哦呦，哦，飞太快！其实他们要飞在某一个定点也是蛮困难的哦。好，哦，所以钢铁人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啊？
我来看一下他的绝招好了。还有这几招嘛，我记得这一招是最强的、喔，然后这个是鬼拜气功。啊没啊！哎呦，等等等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我要对打的是终局之战钢铁人呐！啊，怎么是萨诺斯？好，看来你想，哎呦，哇呦，你老是看哦。你不要逼我使出，不是这一招读取太久了，我先用别招。啊人呢？哎呦，哦，其实他蛮强的呢吼，直接连打，我靠，他这么猛哎，你太小看我是悟空，我有主角之力。看比我使出大绝啦、啊！哦吼吼吼吼吼！一次给你出去啦！啊，死了没？是不是？说秒杀就秒杀、啊！等一下，这个悟空这个景象太强太强了，连萨洛斯出来都是秒杀、啊。故事告诉我们，悟空还是最强的。终局之战的钢铁人打不赢这个孙悟空啊，太丑了！他已经算是动漫角色里面最强最强的了吧？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我什么影片的话，就在影片下面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